新 CP 来啦 ！BL 剧对立而已，由葛兆恩大胆出自己演员身份亮相的 Nelson 纪承浩，在开镜记者会上，他们也聊起彼此的初见面。所以你第一次见面就直接亲上去？第一次，而且我们还亲了不止一次。亲完以后其实蛮对，亲完才害羞。对，当下以为好像以为在演，好像演的时候我们应该 hold 得住。对啊，结果 hold 不住。而且那场戏是他主动，那比较快变熟的吧。第一次试镜亲完就熟一点，那亲第二次就更熟一點，所以是亲，亲一亲就越来越熟。对，那我们之前有去那个宜兰，对，然后我们两个就睡一间这样，结果晚上我们两个就是在听情歌，然后听一听我就想到我们两个的一些剧情跟一些就自己配乐，对，就配乐，然后我就哭了，莫名其妙，我说哇，我太激动，然后哇。对，然后我就哭了，然后下一秒就睡着了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好好听哦。那你要睡相吗？我先睡着的，我应该没有，应该是他看我睡相。他是有踢他还是怎么样的被踢？没有，他睡觉哦，这个又是一个不一样，他睡觉不会动。哦，对，我有发现，因为晚上他睡觉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睡嘛，早上起来他是反过来，整个反过来的。哎，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味道，有一种檀香。变得有一点，也就习惯了这个感觉。对，那我希望未来几部之中这么不熟。为了戏里面有一些脱衣服的桥段，好多。应该是我拍戏到现在尺度最大的一次，而且其实我们在拍戏的时候，导演啊跟乔姐都有跟我们说，到时候现场可能不一定要照着剧本，我们可以按那个。感觉来了，如果那个感觉真的到了，可能就会帮你清场。有一场戏真的是蛮猛的，猛到我现在还不知道当天发生什么事情，真的应该会清场吧？可是有写明白说你可能只会剩一张，也没有写明白，但应该有个被子。但是已经在被子。导演摄影大哥也在里面。这些大的尺度的戏需要跟家里人沟通或者什么？哦，他们很兴奋的，因为我姐本身也是很爱看 BL， 对，而且我姐姐也他们也认识了，她每天都在说什么时候拍，什么时候播，她也要看。我说拜托看的时候。跟我分开看，不要一起看。全家人都支持宝弟的新作品，也期待两位能持续蹦出火花，砸糖给所有戏迷啦！完全让全员团刘金强采访报道哦。